然后就是，你刚刚不是说开始了是吗？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梗？什么时候开始？开始了是吗？没有，就是那个我们俩就是有时候就会，你懂，就会要开怼了吗？就是又开始了吗？是现在准备要开始了是吧？对，就是一个互怼的一个梗，就是一个你要接受我的挑战吗？好的，你要开始挑战我了是吗？你要挑战我了是吗？那来挑战一下，如果让两位互相吹一段彩虹屁，又来，对，那肖老师那演技，我天哪，泪腺。就开关啪唰然后就你虽然肖老师虽然是91年嘛，但是你看好年轻啊。王老师就是成熟稳重嘛是吧，虽然是97年的小朋友，但是就是演起这种稳重的这种冷面角色一点都不错，然后喏运动细胞发达，然后是吧，又会滑板，又会滑雪，还会啥？没了。跳舞又跳得好，大摩托又骑得溜，就是完美当代。当代屁！当代男青年的典范。瞎胡吹，这不就商业互吹吗？好。我准备好了！我的天哪，太傻了！好，哎，好是吗？好，来，先变双人的部分，战哥。OK， 来海绵宝宝。那我们下一个部分就是你们俩需要来合唱一段。把空台再要唱吗？哦、对要唱。对不起。